欢迎收看我爱美人肌，有一句话说女人是用水造的，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呢都要为我们的肌肤补水。 尤其是艺人呐，像我的肌肤呢是属于偏干类型的，常常都觉得两颊干干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呢？其实我也是，我觉得是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关系导致到我的皮肤很干燥。其实我也有，之前有被化妆师投诉说我的皮肤好瘦啊，好严重，我的皮肤很干燥，然后结果上妆的时候就越敷越厚。我们的肌肤都很口渴，老师你赶快来帮我们补一补水吧。是啊，其实说到补水，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吗？是化妆。 妆水，尤其在日本啊，化妆水是女孩子最重要也最必备的一个保养品项。因为化妆水最大的作用就是保湿。哦，我们说化妆水啊，其实擦上去的时候，它很像在帮皮肤做打底，它要先进到皮肤里面去，让你的皮肤每一层都有水了，它就可以让你后面擦的这些保养成分啊，可以快速的吸收跟渗透。哦，其实呢，好的化妆水啊，它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就是透明质酸。 因为透明质酸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抓水的成分，它本身可以抓住比它体积大6倍的一个水分。哇，6倍！是啊，而且我今天带来了一瓶呢，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化妆水，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透明质酸，而且它每4秒就卖出了一瓶。每4秒卖出一瓶啊！我们现在讲话同时，它已经卖了几十瓶了。哇，它厉害的是，它还加了3种不同大小的透明质酸，所以呢，可以帮我们肌肤底层先做到补水，然后。 然后呢，做到给水，最后呢，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形成一道锁水膜，你的水分进了之后就出不来了，真的很神奇耶，很神奇，我们想试一试，可以给我试吗？他在想要喝水，我好想喝水，因为我超干的，我的皮肤真的好干。好啊，那我再来让你的皮肤喝饱饱的水。好，小玉卸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帮他皮肤喝水，它的用法比较特别，怎么样？用手来用就好了，用手就好，不用用那根化妆棉，不用用化妆。 对，因为用手的手温啊，可以去协助它的吸收跟渗透，让它渗入更基层。好，擦的时候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由下往上，先均匀的把它擦到皮肤的每一寸上面去。再来呢，把它稍微用我们的掌温温热一下，让它有一点点的温度出来，之后再擦一次。 好了，擦完之后，你们发现皮肤现在满满的水。对，再做一个动作，除了让皮肤喝水之外，还可以让你的毛孔越来越细。哇，这个要学，这个要学。就是呢，我们要用轻拍的方式，而且呢，要由下往上拍。哦，就这样子轻轻的。对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逆着毛孔的方向往上拍，让你的毛孔本来已经快要下垂了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大了，把它拍上去，马上提上去，好像打球一样。对，而且老师，我注意到哦。 这支哦，不但只没有酒精，它也没有香精，没有矿物油，它就是透明质酸，而且它不含酒精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擦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它会有一点点黏黏的？我刚刚就想问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透明质酸它有一个特性，它本身是一个多糖体，所以它会有点粘稠的效果。这代表它里面的透明质酸很精纯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太棒哦，因为如果是用这一支的话。 我以后就不用怕上不了妆哦。是啊，我们都说它可抓深层的补水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锁水效果又很长，所以你几乎呢上了妆之后还可以维持那个妆的持久度。有些人的皮肤它是比较油性的，那都可以使用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要以为皮肤出油就代表你是油性肌。当我们肌底缺水的时候啊，我们大脑就会传递一个讯号，告诉皮肤说你肌底没有水了，赶快补充水分。那皮肤补充水分的方式是什么？分泌油脂，所以你的皮肤表面就 越来越油，那你用了它之后呢？因为皮肤每一层都有水了，它就不缺水了，自然你的油就会比较少，你就做到一个很好的水油平衡了。我现在是水嫩的公主了，哇！这个你现在真的很水，大家可以看它的两边的法令纹有没有完全不一样？有哎，这边的比较减少了，而且不那么明显，是，而且这边的苹果肌长出来了，比较水嫩了。所以呢，请记得我们呢洗完脸、清洁完之后。 不要忘记化妆水是最好的打底的工作。那如果你想要短一短的肌肤的话，一定要做好保湿的工作。化妆水非常的重要。你的肌肤喝够水了吗？我爱美人肌，让你漂亮超人气。Hada Labo 极润保湿化妆水含3种透明质酸，让肌肤更滋润、更有弹性。